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凤凰大视野。我们继续关注以色列早前在加沙地带定居点的撤离行动。按照以色列在行动前定下的撤离计划，以8月17日，也就是撤离开始的第三天为起点，以色列的军队和警察将会介入，强制驱散定居在当地的犹太人。于是在8月16日的晚间，许多仍然还未撤离自己家园的犹太定居者纷纷聚集在一起举行纪念仪式。在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人虽然百般不情愿，但是还是决定在第二天一早就搬离。32岁的定居者吉拉德就是其中一个。他说，我会在军队强制撤离之前自己搬走的，尽管我不想离开，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也不想跟自己的军队作对。吉拉德的一位好朋友就是这一次以军强制撤离行动当中的指挥官。他说，也许几个小时之后，他就会随着部队来到这里，对此我无法选择，只能够在最后的时刻离开。像吉拉德这样的犹太人在加沙地带不占少数，与那些右翼的极端分子不同，在国家的政令之下，他们还是宁愿相信用土地最后能够换来和平。对于加沙这块土地，以色列人不得不谨慎，因为在历史上这块区域几乎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从来不曾真正的安宁过。早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占领这里的埃及人就数次声称要从这里开始把犹太人全部赶出巴勒斯坦的领土。发誓要消灭以色列的纳塞尔总统和捷克达成军火交易协议后，来自埃及的威胁日趋严重。 The arms that the Egyptians were receiving from the Soviet Union via Czechoslovakia really destroyed the total utility of our air force, because they were receiving jet planes and we only had the old propeller. This meant that the value of our air force was almost eliminated totally, and Israel was defenseless. 与此同时，因被西方的停止援助所激怒，纳塞尔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法国和英国对此大为不满。 The Egyptian government announced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Suez Canal Company. 急需军火的以色列向法国求助，这个主意是西蒙·佩雷斯提出的。The United States refused to give arms to Israel. England at that time was very much pro-Arabic. And Russia was clearly one-sided. So the only country left was France. 埃及对埃拉特实行封锁，并继续从本土对以发动袭击，这已经使以色列感到被包围了。当纳塞尔跟叙利亚和约旦达成军事协定时，以色列决定采取行动，但并非孤军奋战。以色列和英法达成了协定，在英法部队的支持下，以军秘密侵入埃及的西奈半岛。The Israeli goals were extremely clear.There were actually three major goals. One was to open the Straits of Tiran that Nasser has closed. The second was to put an end to the infiltration to Israel that came from Gaza and Jordan. And thirdly, if possible, to destroy Egyptian arms.1956年10月29日，代号为火枪手行动的战斗打响了。以军伞兵在西奈半岛降落，在空军掩护下，三支装甲部队挺进战略地区。英法部队从海边强行登陆，直插苏伊士运河沿岸的指定地点。以军对西奈半岛的行动在军事上大获全胜，不到100小时就歼灭了埃及部队。但英法部队的进攻却很快就终止了。苏联发表声明，威胁要动用核武器，美国要求英法停止冒犯行动，英法屈服于国际压力，接受了联合国有关停火的议案，纳塞尔一时成了大英雄。不到几周，所有外国部队都撤出了西奈半岛，这次行动使以色列成了军事强国，埃拉特的封锁线被解除了，
联合国和平部队取代了埃及部队，防止巴勒斯坦人从埃及对乙发动袭击。西奈一战虽然使局势相对平静，但从此却始终没有和平，下一场战争的祸根已经深深埋下了。苏伊士事件发生后十年，以色列和法国关系十分密切，两国贸易往来不断增长，文化交流也迅速发展。更有重大意义的是，以色列和法国合作在迪莫纳建成了以色列原子反应堆。1958年，成立十年后，以色列迅速发展壮大，全国充满乐观情绪。小储量的油田被发现了，特拉维夫像其他城市一样繁荣。国家媒体从未放过一切机会播放具有人情味的故事，比如拯救一只鸽子、竞选美女、各种娱乐和游戏活动等。以色列制作的产品充斥国际市场，比如这把开罐头刀，还有以色列出的轮胎，甚至还有以色列制造的汽车。居住着新移民的数十个城镇在北方和南方各地拔地而起，为进一步扩大居民点并开发农业，政府开放了新区域，全国输水系统建立起来了，把加利利湖引到沙漠地区。就在此时，最黑暗的历史黑影出现在以色列人的面前。1961年，二战期间负责屠杀犹太人的纳粹头目艾希曼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队抓获，并立即用飞机押到以色列。对艾希曼的公审激起了以色列和全世界的强烈反响。在耶路撒冷的法庭上，一批又一批幸存者和目击者指证纳粹分子在死亡集中营里对犹太人实行大屠杀的滔天罪行。人们仿佛听到了当年被折磨和残杀的数百万男女老幼痛苦的呻吟。艾希曼被判罪后立即被处死，并把其骨灰抛入大海。一幕幕大屠杀的恐怖景象重现在以色列人面前，许多人在当时之前还不愿了解犹太人所惨遭的大灾难，也不想听幸存者的血泪控诉。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简单了解了耶路撒冷这个特殊之城的特殊之处。对于这个多种族多宗教聚居的古城，最为特殊的还是它所谓圣城的名号。同时作为三大宗教的圣城，耶路撒冷拥有着三段完全不同的宗教故事。在耶路撒冷南部17公里的伯利恒镇的附近，有一个名叫做马赫德的山洞，据说耶稣就降生在这个山洞里。耶稣年轻的时候曾经在耶路撒冷求学，后来又在这里布道，最终被犹太当局钉死在城外的十字架上，并且埋葬在那里。公元335年，古罗马的皇帝君士坦丁一世的母亲希拉纳太后巡游到耶路撒冷，在耶稣的墓地上修建了一座复活教堂，又称为是圣墓教堂，因此基督教都把耶路撒冷奉为圣地。对于伊斯兰教而言，公元7世纪初，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传教，在麦加城受到了当地贵族的反对。一天夜里，他从梦中被唤醒，乘骑由天使送来的一匹有女人头的银灰色聘马，
从麦加来到耶路撒冷，在这里踩上了一块圣石上，飞上了九重天。在直接受到了上天的启示之后，当夜又返回了麦加。这就是伊斯兰教当中有名的夜行和灯宵，是穆斯林的重要教义之一。由于这夜游的神话，耶路撒冷也就成了伊斯兰教仅次于麦加、麦地那的第三圣地。而对于现在掌管这里的犹太人，故事又是这样的。公元前十世纪，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继位，在耶路撒冷城内的锡安山上修建了一座犹太教的圣殿，是古犹太人进行宗教和政治活动的中心。于是犹太教就把耶路撒冷作为圣地，后来在圣殿的废墟上筑起了一道城墙，这就成了当今犹太教最重要的崇拜物——哭墙。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这个被分割的城市是政府所在地，也是希伯来大学的所在地。城市人口主要由极端正统犹太教徒组成，他们多半都是50年代的犹太移民或老前辈。一段无人地带把以色列管辖的耶路撒冷西区和约旦人控制的东区分开。城里有历史古墙，有圣殿山和西墙。1966年，泰迪·寇勒当选耶路撒冷市市长。Well, I think you should read Mark Twain, what he said about Jerusalem not so long ago. It was a miserable place. There was no immigration to Jerusalem. There then was no theater. To the extent there were theatrical or concert productions, they were in a cinema. All the important places were.On the other side, you couldn't get there. Even Arab citizens could not go and visit their holy places. When the new 市长向电影导演希区柯克描述被分割的耶路撒冷的现状时，自己也不清楚这种情况何时才能变化。以色列战火连天的前线是北方，是在跟叙利亚接壤的边境一带。冲突围绕的中心问题是干旱的中东地区最宝贵的水源。当以色列开始从加利利湖抽水时，叙利亚就对约旦河的源头进行分流。以色列用大炮轰击叙利亚的工程队，同时叙利亚也从格兰高地用大炮轰炸以色列村庄和田地，造成以色列越来越多的伤亡。1967年4月，以军战机轰炸住在格兰高地的叙利亚炮队，并在空战中击落了叙利亚6架米格战机。叙利亚向埃及发信号表示必须予以回击。纳塞尔即把部队开往西奈，苏联对埃及的行动表示支持。接着纳塞尔要求并实现了联合国部队从西奈的撤退。埃及再度对泰伦海峡实行封锁，战争看来不可避免。当时的以色列国防部长是伊扎克·拉宾。伊班确保了以色列最亲密的盟国美国给予的政治支持，世界各地掀起了支持以色列的集会。I can say honestly that President Nasser never thought of waging a war against Israel. When he asked for Egyptian forces to go intoSinai, they never had a kind of a plan of aggression against the Israelis. Never. 埃及和约旦、伊拉克缔结了军事协定。这些照片显示，阿拉伯世界在进行大规模的军事集结。这段等待的时间是紧张而可怕。许多以色列人相信，第二次大屠杀就要发生了。以色列参谋长拉宾面对的压力非常大。在与退休将领大卫·本·古里安讨论局势时，古里安对他大发雷霆，这令拉宾非常沮丧，并消失了36个小时。Ben Gurion said to him, "How dare you take upon your responsibility a war like that, fighting alone, Israeli army alone, against three
two or three Arab nations. We in 56 were fighting against Egypt alone and had this full umbrella, air umbrella support of the British and the French. So why do you think that now, 10 years or 11 years later, you can take upon yourself this responsibility?总理列维·埃什科也感受到这种压力，甚至在一次重要的全国电台广播中讲话结巴。为了让国家重新建立信心，埃什科把前参谋长、国家英雄摩西·达扬任命为国防部长。内阁投票通过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政府，反对派领袖梅纳坎·贝京加入了内阁。6月5日清晨，以色列空军对埃及的军事基地及飞机发动了袭击，仅在3个小时内就摧毁了埃及的空中力量，其中大部分还没来得及起飞。I wouldn't call the six-day war, I would call it the three-hour war, because practically the war was decided in the first 3 hours.在6天的战争中，以色列夺取了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带，并占领了整个约旦河西岸，控制了格兰高地，击败了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联军。但最具意义的战役发生在耶路撒冷。经过艰苦的肉搏战，以色列军队冲进耶路撒冷旧城，到达圣殿山和哭墙。People were very afraid.We built shelters all over the city. I traveled around through the entire city to quieten parents and tell them that their children were all right, and within a day or two they would come back.许多以色列人认为6日战争奇迹般地把他们从阿拉伯的灭绝行动中解救出来。1967年的6日战争可以说是一场决定性的战争。在多年来所有关于以巴局势的报道中，我们就曾多次听到1967年这个年份。巴方一直要求以方退回到当年战争前的边界，而以色列总理沙龙也一直断然拒绝。他曾经声称以色列绝对不会撤到1967年的边界。通过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基本上决定了今日以巴之间的国土现状。从6月5日到11日，战争只打了短短的6天，因此西方称之为6日战争。在阿拉伯方面则称之为六月之战，或者简短的称为是 the setback， 也就是挫败的意思。在参战的阿拉伯世界主要是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等国的档案未公开之前，六日战争的历史，特别是战争的起因，仍然存在着许多未解之谜。近年来，历史学家研究认为，战争的起因是由于当时的以色列首先获知了埃及准备对以色列发动突袭的一个秘密计划。尽管这个计划最后关头被取消，但是却使得以色列意识到自身的安全危在旦夕，所以先发制人。仅就一场战争而言，六日战争是极为短暂的，但是它却对日后的中东和世界的格局产生了至今难以完全定义的巨大影响。此后的赎罪日战争、黎巴嫩战争、戴维营的和谈、关于耶路撒冷和西岸犹太人定居点地位的争论、阿拉法特及其领导的巴结组织的崛起，无不与此紧密相关。
六日战争不但极大影响了中东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甚至还一度触动了当时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的战争神经。在2000年，英国媒体披露了一个与六日战争有关的惊人内幕，那便是美苏因为这场战争差点爆发核大战。报道当中说，1967年的6月5日，以色列突然向其阿拉伯邻国发动闪击战，前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随即摇通了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热线。虽然这条热线是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苏为了避免误会爆发战争而特别设立的，但是热线设立之后一直很冷，在六日战争爆发之前都从来没有人使用过它。柯西金通过热线要求美国总统和国防部的官员立刻下令阻止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单方进攻行为。他说，如果在未来几个小时之内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不能够遏制的话，我们将采取必要的行动，包括军事行动。当时不少参与紧急磋商的美国官员都认为这只是苏联人的威胁罢了。然而后来，据当时被派往地中海的苏联黑海舰队的军官所证实，他们在当年确实接到了如果局势没有得到进一步控制的话就强行登陆以色列的命令。6月10日，在美国人的压力之下，以色列人在占领了叙利亚的格兰高地之后就停止了进攻的步伐。随后一度紧张对峙在以色列附近海域的美国第六舰队和苏联的黑海舰队相继撤离，直到这个时候危机才算是真正的化解。阿拉伯国家耻辱的失败令纳塞尔面临退位的压力。 We were humiliated, you know. I was between the war veterans all the time in the hospitals. I could see in their eyes how they were very, very sad about it. And then when Nasser, when he took the decision also to leave, that made the people, you know, wanted him to stay with us.And that, from that day, of course, there were so many demonstrations in the streets. 100多万巴勒斯坦人沦为以色列的统治对象。六日战争对他们来说是一场灾难。When I realized that it's impossible for me to go back, it was like a block. I could not dream beyond.My previous dreams. I could not fabricate another dream. I could not create another dream. It was a sort of trap. It was devastating. That's why when I picked up a gun, that was inevitable. 整个以色列欣喜若狂，同时信心大增。他们相信自己是不可战胜的。The Arab reaction to the war was this. We must not negotiate, they said, on the basis of the military results of the Six-Day War, because the military results of the Six-Day War totally underestimate Arab potential. We, the Arabs, are bigger, we are stronger, we are richer, we have more oil, we have more money, we have more territory. We are not represented by the failure of the war.于是阿拉伯国家发誓要继续在军事上与以色列对抗，坚决不要和平，不要谈判，不要承认失败。这就制造了一个真空，以色列准备在占领区的关键地区建立定居点。部分政治家认为，这突然的打击会迫使阿拉伯国家同意和谈。数千名巴勒斯坦人开始在以色列境内工作，提供廉价劳动力，这将在此后的25年里成为经济生活的重要方面。东耶路撒冷开始兴建房屋，以色列同意在西伯伦旁边建立犹太定居点基尔雅特阿尔巴，而约旦河谷、格兰高地和加沙地带也分别建立了定居点。以色列逐渐习惯了这种新的版图。以色列人惊喜地在基督教的中心地朱迪亚和撒玛利亚重新发现了犹太人的遗产。他们到耶利哥和伯利恒参拜，并潮水般地涌向耶路撒冷旧城和耶路撒冷最神圣的地方——哭墙。Emotionally,
The biblical land of Israel is us. We are one and the same. If you take away the horizons of Judea and Samaria, where prophets prophesied, where kings ruled, where priests ministered, where battles were fought with other invading nations, the temple in Jerusalem, you take this away, there's no Judaism. And without Judaism, there are no Jews. 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表达了强烈的支持。六日战争的胜利令犹太人一下子充满了自豪感和使命感。全球各地的犹太人社团纷纷进行紧急筹款，汇集了数亿美金。而以色列的胜利使巴勒斯坦人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军事极端主义。1964年成立于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由阿拉法特领导的派别法塔赫主导。1968年3月，一支以色列部队进入约旦，准备破坏巴勒斯坦游击队的基地。法塔赫战士和约旦士兵与之发生了冲突。这场卡拉米战斗对巴勒斯坦人是一个转折点。他们与以色列战士正面交锋，并给对方造成重大伤亡，这给了他们一种精神上的胜利。Was a victory because we took a decision to stand and fight. Victory didn't lie in destroying the Israeli war machine, nor in our survival. We thought victory would be achieved if we were replaced by thousands of volunteers after the battle.六日战争结束之后，中东的局势虽然依旧紧张，但是各方都不再有什么重大的军事行动，力量基本上是达到了制衡。作为胜利者的以色列，一方面应付着连续不断的袭击活动，另外一方面在占领区新建定居点。以方近期撤离的加沙地带定居点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逐步建立起来的。在加沙地带建立定居点，一方面扩大犹太人在当地的人口比例和影响力，另一方面随着人口和军队的进驻，也扩大了以色列边境的战略纵深，对于抵御埃及起到了十分有效的战略作用。而众多的右翼犹太人也愿意在加沙地带定居，而这样的一群极端主义分子更是今年的撤离计划最大的阻力。在8月17号强行撤离的第一天，众多死守定居点的犹太极端分子便与以色列的军警发生了较为严重的冲突。根据当日的新闻报道，为了阻止军警进入该定居点，一些反对撤离行动的犹太青年用轮胎和垃圾桶阻塞了定居点内的主要道路，并且点燃了垃圾桶。双方随后发生了冲突，一名警察在冲突当中眼睛被反抗者投掷的硫酸烧伤，另外一名警察的背部被烧伤。警察逮捕了50名的参与冲突的犹太青年，一些定居者在撤离之前甚至放火焚烧了自己的房子。看来虽然沙龙这架推土机终于把中东和平进程推动了一点，但是之后要面临的压力不仅来自于外部，更来自于以色列的内部。接着为您播出的是洪金龙思想力行动力。以色列，一个国家的传奇，由杭州利群阳光文化传播特约赞助播出。利群，让心灵去旅行。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四海同心，潍柴动力，并连同金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